苏小姐，叔叔你，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啊。那我们是搞笑的啊，好听不好听你都要鼓励鼓励我们这些老人，好不好？好。先生几多岁？今年23。是否有了金大？还没有对象。好不好听啊？来干嘛？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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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生来漂亮，花如白如霜，让步长长披在衣襟上，一对迷人眼睛好比小月亮，八拐八九弯轻轻吉他，同心合力建造。我对谁说笑话好不好？我是给邓小姐递上两扇的，我一般来说都不会怎么说话的，因为广东话半桶水，普通话非常普通，英语话麻麻的。所以呢，现在我要介绍我叫什么名字，你们一定会记得我，永远记得。所以你说广东话来说那些人羞辱，还真的。所以你们去买烧肉的时候，一定要问他，老板，你的烧肉是不是真的呢？如果他说不是，因为现在很多市面上你看，菜呀、啊、油啊。生果啊，全部都是很多是假的吧，所以你们去买猪肉买烧。谢谢。苏家峪天堂海南岛邀请你爱心助学慈善演唱会第一届东南亚巡回歌唱部周文昭部长为苏家峪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绿岛之春》亲自提名，同时苏家峪也将这次活动的全部盈利捐赠给海南的贫困大学生。第二届2018年苏家峪爱而不累慈善演唱会暨第二届东南亚巡回歌唱赛是为大马大爱脑伤症儿童基金协会主办的慈善活动。马上与受惠单位大马大爱脑伤症儿童基金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协商，并将这次活动所筹得的全部款项转捐给汶川灾区。得到了大马大爱脑伤症儿童基金协会以及该活动赞助单位马来西亚海鸥集团的大力支持。演唱会于6月13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民政大厦宏愿舞廊成功举行，到场人数接近2000人，共筹获3万多令吉的马币。之后由大马大爱脑伤症儿童基金会会长现场移交给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就是总决赛冠军是一位来自印度的种族。事隔3年，苏家峪东南亚7国地区巡回歌唱大赛回来了，今年第4届。这一次比赛是以印尼音乐爱好者黄天胜先生所创作的女神为主题。这次的赛会是2017年11月22日开赛以来，经历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跨越了7个国家地区。你不讲我，我急了。